Sea.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来谢谢你今天救了我呀。不用客气啊，我想这个不管是谁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去救你的。怎么样？我看看。没事。放手。 怎么会这么多淤青啊？还好啦，淤血一下就散了，没事。疼不疼啊？顶得住。那，买了药给你。哦，谢谢。好凉啊。是不是要揉一下？ 怎么样，疼不疼？今天你奋不顾身的救了我，说实在的，还是有一点点感动的。所以呢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恢复你的经纪人工作。我想我们还是保持朋友关系比较好了。谢谢你啊，但是我想如果我继续当你的小跟班，我想这个伤害就会更严重，所以。 你的好意就心领了，可以再右边一点。